大家好，我是 SNH48 Team N2 的一家爱。在上一年的总选举当中呢，因为大家的全力支持，所以我获得了第14名的这个好成绩。今年的总选举呢，然后我们多了很多可爱的后辈的加入，也成立了两个新的队伍，所以我觉得现在一定要更加努力才行了。以往是一直在音乐的道路上奔跑着，然后今年也是在个人的原创歌曲创作上有了一定的那些心得，然后也是想展现出不同的自己给大家看。大家看到我身上的翅膀了吗？只是因为想要给大家更多更多美好的未来，然后也想带着大家往更好的地方去飞翔。谢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，感谢我的每一位粉丝，每一位年夜饭。然后我想说，不管多少票，然后每一票都是你们对我的爱，然后对我的支持，我都会好好的去珍惜这些东西。然后因为很想让大家感受到跟我一样的心情，然后也很想让这种感情所产生的羁绊，然后羁绊中产生的美好与爱，然后一直传递下去。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，然后让我往更好的地方去飞翔吧。然后最后把手给我，让我们一起去继续的走下去吧，谢谢大家。